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社会资讯。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一种食物，它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和一些微量元素。但是鸡蛋现在大部分都是从工厂当中出来的，想要吃到农家散养鸡生下的蛋已经很少了。那么工厂里面到底是如何生产鸡蛋的呢？其实对于工厂来说，鸡蛋的出厂是有着一系列的工序的，也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下完蛋直接就拿出去售卖了。这里的鸡普遍都会被关在一起集中饲养，工作人员们也会定时的给它们喂水喂食，而这些母鸡下过的蛋也会直接掉落在下面的传送带上，之后厂内的机器传送带就会开始运转了，把这些鸡蛋统统洗一遍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遇到一些破损的鸡蛋就会直接剔除了，之后再把那些洗干净的经过紫外线消毒，必须确保每一个鸡蛋的质量，最后才会把这些鸡蛋用机器整齐地放到盒子中，分批打包送到各销售处。虽说工厂中生产的鸡蛋方法较为麻烦，但起码也是保证了鸡蛋的优质以及食品安全问题。一旦吃到了不好的，那问题估计也就大了。相信这回大家知道了吧？其实在工厂中的鸡蛋也是鸡下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